那这把不能浪了，他们阵容有改变了。这边有两个人先直跑了，应该是个调香。弹射调香，这手速有点慢啊。手速都慢了。还往这跑，那不死定了吗？这边全都是尸，闪现都不需要用了，直接带走了。前锋过来了，开着球。一半球没了吧。哦，可以啊。这个人秒救了。他没球了，没晃来晃去的。应该换人救了。哎呦，这你都能打尸体啊，你打他一刀也好呀。盔甲。又换一个满血的先知过来救了。有人去补小木屋电机了，射焰过来了，打个荒斩，失误了。救不到了。手电机啊，闪现快好了。这里倒没出，出不去掉啊。前锋要被摸了。这人不挂了，手电机要杀前锋了。往这边挂，他修不完的。
先知没治愈。先知过来了。两个人，二号机有一个，能不能撞个脸？三千只应该是撞不了的，他知道我在哪。有人翻进去了。穿不过去哦，这椅子。吃亏了。换人。两个先知一起跑啊。告辞，鸟娇娇，还有一只。哎呦，这个地方也穿不过去了，老吃亏啊！这墓地没见识，哎，太惨了。手电机，佣兵在补一台遗产。四号机先知，二号机也是先知，但这是个满血的，应该全都在修，所以不需要刻意去守，直接追。哦，传送了，四号机的过来了。被人偷了，打乱节奏了。如果没被偷的话就好了。手电机嘛，竟然被偷了。怎么也穿不过去啊？
终于给力了一局。而两个人不摸能救吗？没修电机，看来是在摸了，应该小木屋拦截一下。不在，那回去了。现在的话应该飞了，在墓地啊。刚修了他就跑了，跑得掉吗？你跑色院大房子还有小木屋，色院看一眼吧，万一就是一个先知，他在那边修，或者是魔术师，应该是佣兵。那去小木屋吧。调香，应该能卡住了。你的等会儿都在正式了，好吧。那不着急，他转点失误了。闪现不需要用了，应该死了。强师转点有误、啊。接走，阎王姬应该是佣兵。打算欧一把，我还是怕被偷，我算了，我靠，真被偷了。哎呦，射得好快啊！先自救吗？哎，我以为他直接走了。被摸起来了。
怎么这个地方死了？好像在哪见过。哎呀，蜘蛛的刀有点问题，摸个锤子。蜘蛛一吐死的魔术师还在那边摸人。快点快点，下一局。差多少？十八，要打三局，除非有默契的对手，如果有默契，八个限制都没问题。应该是走掉了，去四号机了，不要飞了，这不是佣兵了。他没走，那混教堂那个人蹲着了，在他后面蹲着了。看见了，哇，这也太狗了吧！不转点，他那边蹲蘑菇。转点失误了，但不着急出刀，还有一个限制。哎，出了算了，麻烦。限制半天不交鸟，我一直等他交鸟。这么小气，卖了，那我走了。然后回去。还不来吗？我都跑墓地打别人一刀了。有人死了。应该三层加速足够了，墓地这个人如果再不走的话，直接死。看他走不走，他留了，不过还是慢了一点。把他卡死在这儿，好像他有鸟。小木屋没人修，二号机佣兵，
4号机先知，2号机佣兵，佣兵会从医院过来，啊不对，教堂中间，要么就是小木屋，应该是教堂中间。 可以，卡了个2血，挺不错的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这边佣兵的话打了2刀，2刀的后遗症，先知应该是飞掉了，起不来，这边直接去抓魔术师就好了。看他走哪边。 错宝贝呢，他没走，这是分身，墓地，应该够了，直接挂了吧。 墓地吧，他应该会往1号，那个小门走。我猜，要么就是往红毯这走。红毯，应该他是要去红毯那边看一下地窖，要么就是他没走，炖蘑菇。我没记地窖位置。 果然没走，缩小还能躲丝的，快点啊，下一局，还有15分钟。 还能打2局。 桥对面2个人，祭司，还有吗？目前就一个祭司，前锋，应该是关灯了。 那还有一个先知哪去了？桥对面应该是有2个人的，那个有一个先知苟起来了，80的丝，头目啊，准备撤了，撤之前。 要跑吗？那我不着急啊。挂这边了，我怕他跑那个。 被地道打洞了，把板子踩了，这板子长板，看来没必要踩了，拦一手。
真的捞出来急了，我应该等那个兔丝好了，我再打他一刀。他就直接死，救不到人。板子都没时间踩呀、啊，忙死了。因为带的张狂，根本没时间踩板子。前锋有想法呀，可能是要开球，放两层吧。 很美滋滋，前锋没治愈啊，他自己起来的。 现在在7点，把他挂了，杀一下先知应该结束了，还有10分钟，他蹲蘑菇了，没有用，空刀了，应该要打洞。 9分钟打2局，快一点！这个时候给个默契的对手啊，你刚才不给，现在给，亏死我了！帐篷祭司，哎呦，两个祭司。 不好开刀，看能不能失误了。换人，换人还是个祭司，还是个打好东的。啊！还有6分钟，哎呦，真的是这些人，他们都一点都不急的，我是急的要命。 还得倒啊！用兵一层的后遗症，他能起来。
第十条，好像是在七点，我猜。 怕的吗？这个人，他又回来了，他又挡个洞过来了，好像还选了个椅子，还有5分钟。 哎呦！哎，都4台机了，他们明显赢不了呀，何必呢？被躲掉了，不过我也不想追。 3分钟，2个人都救不了人了。哎，点错了，完。 一时急了，他打洞过去救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家末班车真的没了，这一个传送让他救人了。哎呦，作死！我以为这个调香师的马上死了。 上来没了，没了，上了。哎，中九还是没有末班车。不过一个半小时打了5个星加一个竞技赛，也够了吧？没？有机会！哎哎，各位各位，这么给力的吗？游戏。荒教堂应该是佣兵了，然后那边应该不用管。哎，好像有人。 往我脸上跑了，看一下谁，现实，不行，他鸟回来了。
这骗个红光你就慌了。这么快就来了吗？那个不是佣兵。哎，好卡好卡。有点亏，不过他跑不掉，反正怀表期间。我靠，这你都能卡位了啊！娃娃的墓地，先知小门鸡，佣兵应该溜了，找他娃娃去了。先知有想法，吃得这么快啊！赵尔明什么情况？他也想来做一下吗？我看出来了。哎呀，没刮伤。